吃吧。妈。嗯。你媳妇儿又生病了？嗯，今天还病着呢，昨天好很多，今天本来想过来吃饭的，但是我看她还累着，就让她先睡了。她的身子就是文弱了点，总是三灾两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三嫂。一帆，饭吃了吗？没吃，坐下吃吧。谢谢妈。似乎我还要感谢七少奶奶，她要是来了，就没有我的座位了。你看你这张嘴，什么时候都不饶人，连我都饶不过。妈，本来我是最小的儿媳妇儿，您就最疼我。可是现在有了新的儿媳妇儿，您就不亲我了。妈也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呢。哼，这么大个人了还撒娇。说不定啊，什么时候自己都要当妈了呢。妈，我是马上不会的。不过我看七少奶奶倒是很快就会了。七少奶奶怎么又生病了？没什么大病。前天半夜你又跑到厨房里去和你新媳妇做稀饭了，你也真不怕脏。胡闹，你玩的也太特别了，怎么玩到厨房里去了？干脆啊，你去当个厨子得了。可不要大意了，我看是真的怀孕了才会有这种情形反映出来。妈，您说呢？玉芬说的如果是真的，你可要注意了。玉芬啊，你去找个日本产婆子来，给青丘号号脉，搞清楚了不就得了吗？我这就去打电话。你这人呐，在人面前无所谓，可是回到了屋里，怎么连老妈子厨子的活你都干了？妈，小莲，小莲，你要把小莲怎么样？你放了她？姑娘，春江怎么样？小莲，小莲，小莲，春江，春江，小莲，我是妈妈，江儿，小莲，江儿，小莲，很快就来了啊！真的，真的，小莲，小莲。小莲，小莲，小莲，春江，小莲，小莲，这个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唠叨了，都是因为你把孩子逼成这样。我怎么了？啊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我们不也是父母之命吗？啊，有什么呢？我们不是也是恩爱了几十年了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要早知道春江这样，
绝不能让孩子出洋留学，留出一身洋人的毛病。当初是我送他出去留学，可是你也没有反对啊。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？江儿现在多说几个字了吗？没有，还是那两个字，小莲。小莲，小莲，她有什么好啊？不就是个丫头吗？真是。我昨天，我找过大夫了，大夫给我说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你说。大夫说，把小莲接过来。不行。什么不行？你有什么法子啊？救救儿子吧，你就不心疼他吗你啊？来人。在。哎呀，备车。是。干什么去？取金符，秦小莲。哦。老爷，柳次长的夫人求见。又来一桩麻烦事，请太太处理吧。是，老爷。太太，柳夫人到了。啊，金太太，请进，请进。金太太，来，我可有急事求您呢。别急，别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先坐下吧。金太太，犬子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别着急。小莲，小莲。哎，金大哥，怎么了？柳太太来了，说柳少爷已经病入膏肓了。你没事吧？小莲，七少奶奶。小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金大哥说柳公子已经病入膏肓了。金荣，你这是听谁说的？柳太太来了，在上房正跟太太说这件事儿呢。你先别慌，这还不定是怎么回事呢，咱们先去看看再说。对。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，望太太成全。可我还得看看人家孩子的意思。小莲不会看着春江的死活不顾吧？不会的，柳夫人。小莲，小莲，救救春江吧，我求你了啊！小莲，柳夫人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可想明白了，有话就在这儿说吧。小莲，母亲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？太太，您的意思小莲都明白。我一定会去照顾柳少爷的。刚才我和金总理也商量好了，先救人要紧。不过柳夫人，我有一句话不能不跟你说。您讲。小莲到贵府是没有名分的，可我不希望她受半点委屈。我心里明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小莲，这次去柳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景，可能会遇到很多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不能太冲动，有什么事情就回来找我和太太，我们会为你做主的。少奶奶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已经都想明白了，就是去死我也心甘情愿的。我可不想看到有什么意外，你也不能让我和老太太伤心。你都看到了，老太太是很疼你的。青秋妹妹，你真的把我当做妹妹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这次去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结果，就让我放肆一把吧，让我们做一次姐妹。小莲，你可千万要记住，什么事情
就回家。家里的电话你是有的。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父亲，您为什么把小莲送到火坑里面去？柳春娇病入膏肓，人事不省，小莲去了算什么呀？你把她的青春全葬送了。父亲，您不是一贯主张自由和平等的吗？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啊？放肆！这种事也轮到你来教训我吗？这是她自己的决定，没有人来强迫她。要是小莲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是八妹，是敏之、润之、道之，你还会这么决定吗？她是金家的丫鬟，但是好了，不用你来管这种事，你先把自己的事管好啊，去吧。小莲，春江，他没有烟火绚丽。小莲，也不像鸟儿会迁徙。春江，我就是小莲啊，春江。小莲，春江，我就是小莲啊，春江。你别放我，春江。他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？柳公子。都是我害了你。怎么了？又想小莲了？我觉得她的命太苦了。个人有个人的命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。他能和喜欢的柳公子天天在一起，也会快乐的。总比一个人守在空房子里要好。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别困我，求求你，放了小莲。你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，别怕啊，别害怕。来，坐下。坐下吧。他怎么成这个样子？小莲，别害怕，我在这儿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马上跟我回家去。
不能跟你回去。刘公子，是因为我才害得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够抛下他不管呢？这跟你没关系。你真的愿意跟他这样子厮守一生吗？这是小莲的命，你不知道。我看见刘公子这个样子，我的心都快要碎了。也许这就是小莲的惩罚吧。这不怪你，看着我。你还小，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跟他过一辈子。谢谢七少爷对小莲的关爱。傻丫头，连老妈这个厨子的活你都报了。妈，爸。啊，老爷回来了。下去。手划着孩子太不争气，今天我才晓得他在日本讨的那个女人说是送回日本了，其实在骗我们。他在外国什么有体面的事情都没做，就只做了这样好事。真有这回事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是听谁说的呀？有人和他同席吃饭，他就带着那个女人。我不懂道之是什么用意，他也瞒着，都一个多月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怪不得守华总是要自己在外边租房的住，不肯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把你四姐叫下来，我要问问她是怎么回事。哦。姐，姐夫呢？父亲说，那个日本女人还没回去。是父亲叫你来找我的吗？哎，你怎么听到这个消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啊？走吧，我们去见父亲去。就是问问英子的事情吗？姐，我觉得虽然我只听了一个话头子，但是看他的脸色非常的不好看，我想他一定是听说你们俩的事儿之后专程回来问你们的。那应该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他真是生你们两人的气了，你们应该注意一点。傻弟弟，你放心吧，肯定没事的。没事，见了面之后骂得你们头破血流的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没事了。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啊？我们今天有一个英文考试，考得怎么样？当然不错，是我们班最棒。小恩，爸爸妈妈，美丽，上楼去玩吧。哦，四姐，小心点。爸爸，今天您在家里吃饭啊，真是很难得。哼，你以后发生了什么大事，都可以不来问我。为什么不能问您啊？问，未必。你们去年从日本回来，一共是几个人呢？您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难道是有什么事让您看出破绽来了？你们做了什么歹事？怎么会有什么破绽？有话就直说嘛，和他打什么哑谜呀？道之啊，守华这次从日本带回来的下女，听说至今还住在旅馆里。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看你的这份容忍心啊，比我倒是强上好几倍了。哦。你们原来说的是这件事情啊，我是早想说明白的，可是守华他说是他自己做错了，让我千万替他瞒着，适当的时候他会主动要求受罚的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最反对日本人，
你怎么又同意守华弄一个日本女人到家里来？听说日本是一夫一妻制，这倒奇了，嫁在自己的国里非要什么平等，嫁到国外去倒可以做妾了。这有什么可不明白的，在自己国家里为法律所限制，没有法子，嫁到外国去远走高飞，不为本国的法律所限制，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照你这么说，他倒是为了爱情跟着守华的。日本女人会同中国男人讲爱？你转告他，他再不送走，我就……爸爸，爸爸，这件事情我都不再提了，你就别再说了好吗？你，哎，他自己都默许了，你就别再生气了啊！你怎么，爸？嗨，无缘无故的，你给我作揖干什么？这泰山太水之前，全仗太太掩盖。你的耳朵真长，什么都知道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。你又来这一套，我只是不想节外生枝而已。其实这个人呢，我也是随便要的，没想到你觉得他不错，所以就让你办成了。还有就是，我都帮了你这么多了，你还想嫁祸于人啊？没有没有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不过我要溜走才好，现在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一切还全仗太太啊。你说你该怎么谢我呢？那当然请你吃大餐了。走。哟，来了来了，快坐吧。爸爸妈妈，这就是田川英子，这是父亲，这是母亲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他是给您二老问好呢。这是敏之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是润之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是大少奶奶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是三少奶奶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就是八妹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不用这么客气呀，没事儿，快起来吧。没事儿。美丽，你先坐吧。青秋。四姐。这是七少奶奶。七少奶奶。这就是英子小姐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哎呀，这哪敢当啊，快屋里坐吧。快请里面坐。英子小姐在日本哪间学校读书啊？她不太会说中国话。大丈夫，どうぞ。日本平户寺初级师范学校。说的还是很好的嘛。嗨，来了中国生活的还习惯吗？嗨。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所以中途就辍学了。他现在来了中国，起居饮食倒也挺习惯的。嗨。他人很懂事，和守华的感情也很好。没事儿，就常来家里玩一玩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李妈，拿点点心来。以后啊，你可以经常到七少奶奶这来串门。您几位请慢用。
结果怎么样？还好吧？父亲母亲都大发雷霆，有什么好的？不会呀，我看他高兴的样子，不像是受了什么委屈啊。他们对我都很好，特别是七少奶奶。どう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どうも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又不在日本，哪来那么多礼节？他以客待你啊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青丘待人极为和蔼，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另眼相待。是啊，这大概是爱屋及乌吧。你哪知道他的事？我觉得应该是同病相怜吧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生平厚道待人，看人也是用厚道的眼光。以后你就往下看吧，我今天这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。果真如此吗？哪天得便呢，我得向老七啊问个明白。你千万不能问，问了岂不是火上浇油？不会呀，像千秋现在的生活，较之以前可是都锦衣玉食，这为什么还有难言之隐呢？我叫你不要问，你就别多嘴了。好好好，不问就不问，我们这里啊好上加好就行了。今天父亲母亲也是一时高兴，可是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新的变故。守华，我们应该赶快找一处房子搬出去。你想，你把姨太太都带到我娘家来了，这总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。那以后啊，全听太太的。妈，你想，白小姐一直追求老七，老七呢却娶了青丘，她心里能服吗？再说，三嫂又是她表姐，俩人一串通，青丘的日子能好过吗？我看您啊，是坐在这深宅里，不闻天下事。白家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来。太太小姐，请用茶。下去吧。还会闹出什么事儿啊？您不觉得白秀珠的哥哥晋升得太快了吗？从一个不知名的内务部次长，一下升为副总理。我看啊，早晚有一天会替代爸爸的总理大位的。可他是你爸爸一手提拔起来的呀。妈，如今谁还管那些事儿啊？这事儿你从哪听来的？浩然他们对当今政界了如指掌，政府的腐败引起了学生和民众的不满。准之啊，你应该找你爸爸好好聊聊。你以为他像您一样啊什么都不知道？他呀大智若愚，只不过不告诉您罢了。不见得，旁观者清吧。七弟，我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为什么不陪陪少奶奶？我觉得有点无聊，所以想出来玩一玩。我看你们爱情那么专一，可以给我们做个典范吗？典范？人与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感情怎么能成为别人的典范呢？你确实和千秋不同，不过你有许多不对的地方。什么不对？其实我看他不爱出声，好像受了什么压迫似的。按理说，像他这么年轻的女子，应该像八妹一样的活泼呀，何至于连林徽芳都不如，一点少年朝气也没有。但我印象中的青丘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大爷回来喽。哥从上海镀金回来了，给我们带什么好玩的了？哎呦，还就没有带你的。哎，大哥，你快点说说有什么好玩的事儿。我经历了那么多城市，中国的上海还是很不错的，那是中国的经济命脉，十里洋场之地，世界各国的东西是应有尽有。大哥，给我带了什么礼物回来啊？啊，有的有的，回头啊，等我把东西收拾好了，我给你送过去。是吃的用的，还是玩的？反正很有趣。
你给他带什么了？做哥哥的不教兄弟一些正经本领，有什么坏事情自己知道了不算，还告诉他人呢？我可没有带他什么不好的东西啊，我不过是买了一套极难得的邮票，因为在许多城市啊是买不到外地的。妈，你看你老把大哥往歪处想，像大哥这样的正人君子买的东西也一定是高雅的。好，什么叫高雅？照说啊，折煮饭的锅，缝衣的针，你们一辈子都不上手的东西，那才叫高雅。至于什么收字画玩古董，那只是有钱人闲得没事儿干消磨光阴，这叫玩物丧志。你说这是利己啊还是利人呢？嗯，你老人家说的对倒是对，不过总比抽烟打牌强嘛。对啊，你怎么总和低处比？怎么不说求学做事啊？哎，大哥，别把我给忘了，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？什么都没带，什么也不给你。讨厌。别理他，我把礼物呢规制好了，挨个送到你们家里。嗯，好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回去看看配方吧。是啊，别把人家急坏了。去吧去吧去吧，但是别忘了礼物啊。哎呀，大少爷你回来了。少奶奶在屋里头呢，你快进去看看去吧。哎呀，这主人回来了，怎么不见夫人出来迎接呢？我早知道你回来了，但是你现在恕我不远迎了。你现在是身居闺房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。嗯，可不是吗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气色不错，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来，我听听。去，慢点。我本来就没有病，我看呀，你倒像是有心病。要不然怎么大老远的急急忙忙的就赶回北京来了呢？我有心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佩芳，你又多心了。我一回来呢，首先要见父母，然后呢见我的娇妻，我哪有时间去做别的事呀？那就好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看我从上海拿什么东西。哎呀，总算是啊你有良心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没办法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父亲，哦，回来了。上海那边处置的好吗？啊，处理的还算稳妥，也算是顺利。嗯，多谢父亲对孩儿的重用。此话怎讲？上海乃中国的经济要地，孩儿又是学经济的，所以正是有用武之地啊。这个是你那个上司曾次长的功劳哦，你应该好好谢谢他才是。是是，父亲。对了，听上海高层人士说，我此次去上海，白熊奇也去了。嗯，并且四处说，您亲自跟他说。你老了，想推荐他当总理，不知道有没有此事啊？笑话，此人野心勃勃。凤儿，为父这一生只做错了一件事，那就是重用了他这样一个小人。你做好了事就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刚回来，还是先休息休息，然后到衙门报个到。啊，好的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嗯。大哥，你不能怪我们对他照应不够，是他存心要走的，我们也没有法子。哎呀，花了钱，费了心血，这都没什么。只是这么跑了一个人，朋友问起来，这面子上难堪得很啊。其实这也无所谓，又不是明媒正娶的，来了十个不见得荣耀，走了十个也不丢人。讨十个固然不会有什么面子，可跑了十个就成了笑话了。哎呀，现在呢，
只求这件事情能够保守秘密，大家不知道，就算是万幸了。要说这熟人啊，是一个都瞒不住，只是希望社会上的报纸不要披露出来，这样就不会引人注意了。再说，这人心难测呀，你看你对他多好，不到半年就走了，刚好印证了我那句话，用金钱买的爱情是根本靠不住的。哎，再说大哥，这风尘女子就更是靠不住了。刘宝善跟我说，自从你去了上海之后，他又四处交际，一天都没消停过，临走了还要讹我一笔，要不是宝善阻止啊，我差点就给他了。哎，宁人负我吧，只是他带走我好些古玩字画，让我心疼得很呢。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可惜这些东西？哎，算了。哎，这家里人怎么说我的？除了大嫂，其他人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你真的好好想想怎么去面对大嫂。嗯，我当初以为她是可怜，不忍心她久埋于那种场所，所以把她娶了出来，谁知道我这种好心倒成了别人的委屈了。你说我这不是庸人自扰吗？你说你累不累？大半年的两头跑，这是何苦来呢？是啊，你大嫂啊，动不动就拿离婚来要挟我，我是怕双亲面前通不过，所以没敢答应。再说了，我在交际上也是有相当的地位，要是真离了婚，又是一件新闻，这件事情在官场上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，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的。你说我这何苦？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他都不是啊！我实在是太糊涂了，就不该结婚。大哥，事情都成这个样子了，就不用抱怨了。你听着，老七，女人是祸水，你记着，女人永远只是一件衣服而已。结婚了的人都说这样的话，你也后悔了？我后什么悔啊？我特别记得住一个男人应该做的责任。佩芳，佩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，佩芳？你是不是要……你别瞎说了，我可能是吃坏了东西。小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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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来！哎呀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是不是要？你先盯着，我到上房通报一下。少奶奶，你是不是要？别管他们的事儿。妈。又怎么了？佩芳她……佩芳她怎么了？我说不清楚，您去看看吧。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那不要紧的样子，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妈怎么了？大嫂出事了。大嫂怎么了？她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要生了。我看她在屋里坐立不安的，所以我让母亲上去看一下。那肯定就是快要生了，赶紧去找产婆子啊！对对对，二姐说的对，日本产婆好，去找日本产婆吧，不能找日本的。哎呀，不管是日本还是本土的，只要是产婆子就行。再说爸妈已经定下了，我先找车去。那我和叶欣一起去。那大哥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点啊！哎，走走，赶紧大嫂现在要的呢。哎，佩芳，佩芳。哎，这日本产婆怎么还不来呀？我去看一看。你们先都别进来了，还得等一会儿生呢，空气都弄坏了啊！等会儿啊。怎么弄啊？啊，这产婆怎么到现在没来呢？佩芳，真急死了！哎呀，守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去看看燕心。日本产婆怎么还没过来呀？快去快去！哎，大哥，你别着急了，佩芳肯定没事的。再说妈在那陪着呢，啊，要不然你先坐会儿吧。不是，你先坐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您别着急，大夫一会儿就来了。少奶奶，哎，大夫来了！哎呦，哎，来了就好了，来了就好了。
夫来了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梅丽、敏芝，你们都先出去吧。太太，还早着呢。啊，那就得劳您在这儿多待段时间了。二姨太，我们走吧。不去吧。配方，忍着点，忍着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大夫啊，你看他会不会难产，要不要送医院呢？太太，您别着急，胎心很正常，只要大少奶奶配合，您就放心吧。哎，配方，忍着点啊！蒋妈在这儿盯着点，老爷还在外面坐着呢。大夫，麻烦您了啊！大少奶奶。忍着点啊！怎么样？那日本产婆行吗？配方疼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呢？我看就再接一个医生瞧瞧吧。请谁呢？把梁医生请过来，他们在一起商量商量也好。瞧孩子去呢，挺大的个儿，又白又胖的一个千金。千金？几十天呢？为何不早告诉我呀？添了有一个多钟头了，有人说让你去，太太不让你去。现在孩子洗好了，也穿好了，就等您过去了。生了，我当爸爸了，我当爸爸了。这两天我们家里接二连三发生好多喜事儿，哎，大家乐得发狂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好事要告诉我们吗？找你们来是有要紧的事情。后天呢，家里要热闹一番，你们意下怎么个热闹法呀？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想哭你就哭吧。